没教室津贴，没下班时间，开学日不要迟到。Good morning， 我的中文名叫做陈霞。你发脾气，你好帅。陈老师，我想这个东西你应该用得到。阿叔当然记得他，总是不上学，一上学就惹大麻烦。校长雕像上的鼻子就是被他打掉的。现在要转学也不是现在能办到的事情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他少年时就读于现在任职的德智中学。哇，而且是我们大师兄哎。现在教你们最后一课。你真的是老师啊？是啊。现在做老师都这么危险的、啊。